段时间太忙了，我的菜园子也没有打理，看起来慌得不行。今天我要来把菜园子整理一下，但是我早上看见一条蛇，我就有点怕怕的，整理这个菜园子有点怕怕的，因为那是一条毒蛇，要小心又小心。这个是我的黑色的树莓，结了很多很多果子。割完了好多的豌豆，现在这个豌豆已经把我的路都给封完了，我就等着那个娘娘过来把这个拉走，她回去剥，剥了给我分点儿。好热，怕要拉好几车呀。拖不拖得走？可能要拉四车都拉不完吧，好多啊，一堆一堆的。